我属羊，今天来吃麦当劳。哇，你好会唱歌。我自己编的嘛，很多歌我都。快点去吃啊！搬家的好帮手。来来来，弟弟，小的好帮手。妈妈来来，弟弟。好红。没有进去，这是那个。No， 你不要给我喝的。有汉堡吗？我有炸鸡的。番茄酱吗？啊，对了，是谁要摘？妈妈，我爸爸用糖醋酱，好吗？看看我打不开吗？我手开，我要手打。你开，我怕你要开不住。来，超好。哦，番茄好没有超级小小麦克鸡块。爸爸，谢谢，爸爸。哦，谢谢。嘿，我有叫我大妹泡澡一下。是妈妈的。啊？你们吃薯条？吃汉堡。他知道我爸爸都吃大麦克。爸爸吃麦克。哇，你女儿真的是很贴心吗？天哪，没想到居然是这支笔可以写。嗯。啊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麦克，要不要吃？没有，我要找东西啊！加了一支笔都没有。长大，你在干嘛？啊！我最爱这种的那个汉堡，因为有菜。我把那个松果果拿掉。来，狗狗，妈拿碗。这是黑色还是比较黑色？这不蓝色吗？我都莫名其妙拿这笔耶。终于有了，我翻了以前的铅笔盒，没想到还有一支笔。叫露露来，露露试试。没有笔我就不行。哦、那个帮我写我的功课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有橡皮擦。我把它传承给你，这我小时候用的。阿、啊、U、啊、每次都没有橡皮擦，然后没有啦，那个我觉得比较不好用。这种吗？那个恐龙造型，这种是造型的橡皮擦比较不好用。小时候的橡皮擦这种多好用啊！你在吃东西，不要去摸这些。好吃，汉堡。乖点吃汉堡，哥这里有汉堡。妈妈，这里。就是。真的都对，一人一个。怎么说？两只手，不用。还有肉肉包，我要还有小小肉肉包。这样子。我要这样子。这笔。这个一下下。那边有个烧烤，你蹲着干嘛？为什么你今天要用蓝色的笔写？因为你在写东西，里面都是黑色的字，没有蓝色，没有蓝色或红色，后面就看不到。有红色，你要红色吗？红色也可以啊。哎，你就早讲嘛，一直叫蓝色。一整个家找不到一支笔这样，我都快哭泣了。新的红色，那有什么换蓝色？我没有蓝色的笔芯啊。加薯条，今天把那个加薯条全部加薯搬光光，然后今天可以搬光光，然后最后一道就是把窗。那个床垫那些一些搬没有，就是
就是等一下你们今天就可以睡新家了。对，睡我睡沙发，你们睡地板。捐地垫来了，哦，那我去睡沙发好了，沙发感觉。超级小小麦克，就我全家，到时候全家睡沙发。嗯，要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充气垫啊，也弄起来，也弄起来。啊，那我要先全部睡。哎，那不然我们把那个收起来，我们全部睡客厅好吗？沙发收起来。不是。哦，那个客厅收起来。因为我们之前买的是那种很薄的薄垫，因为它房东本身就有一个床垫，所以我们买一个薄垫。然后阿姨那里也买一个薄垫，因为我不可能去，就是我之前讲的，不可能去睡人家睡过的床，这真的是怪怪的，所以我就自己就是买一个垫子去垫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现在呢，所以导致我现在的一个全空屋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然后买床，因为他们要定做嘛，嗯，也要下礼拜。六吧，六日才会来。六。对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先把充气，不然我们就先把充气床先充起来。那你不知道我现在没有床垫吗？你知道我现在没办法睡觉吗？好了，开玩笑，不下，好好吃，认真吃，把你汉堡多吃一些。嗯、我傻。没有，你有吃饱吗？你今天就这一餐了，好不好？吃完就开始跟我去做福利了。今天换你是搬家的。哎。可以哦，刚才他们两个有偷舔那个可乐的那个。我没有偷舔，是奶奶叫我看看是不是红茶的。奶奶怎么嫁？那个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去闻，然后不小心闻到。我妹妹做坏事都叫哥哥。他表达的，他又表达的是不错了。嗯。就叫哥哥。这时候再跟他讲说这是辣辣，他一定不行，因为他刚才偷舔过嘛。没关系啊，汉堡怎么比较薄啊？我们两吃了另外一半。啊、哦，我想说，我想说这个大麦克怎么这么少？对呀、啊，偷工减料是不是？阿妹很厉害，阿妹吃了要半个。嗯。没、嗯、有。好，你不吃好了，阿妈妈哦。你气球嘞？你姐姐看你的小气球，好可爱。气球嘞？气球嘞？去哪？气球啊！妈，去哪？只有我知道。你给你接了。气球嘞？我要吃饱一点。我今天要帮忙搬家。好吧。记得。看。叫哥哥吧。好，拿到了，你来。